今天呢，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汤鲜味美、营养又健康的羊肉卷老黄瓜汤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1公1母的老黄瓜，扒去它性感迷人的外衣，再用打皮刀啊，咱们给它打成片儿，打成视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起锅烧水，放入羊肉卷，咱们焯烫变色以后啊，捞出备用。另起锅烧水，放入羊肉卷，再放入老黄瓜，调味啊，放入咸盐鸡精，有条件的、放点黑枸杞。过多3分钟以后啊，下入葱花跟香菜就可以开吃了。进来的大哥大姐呀，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，就给老弟点个红心，点个关注呗。你看老弟都这么说了，您就给点一个呗。昨天你都没给我点，今天呢，您就给我点一个吧。感谢您的支持。